接人不红，天理不容。OK， 那如果说接人不红，张艺中裸奔。<笑>如果真的不红，丰田就退出演艺圈回日本。<笑>回日本带一堆樱花妹再回来。哎呦，哇，你变人蛇集团了，回不去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？哎，同样，我们今天美女很多。 你知道韩国海选还有分组的，今天第一组是气质女神，气质哦，璀璨之星亚军，璀璨，所以谁会参加摧毁之星？摧毁之星，还有昆凌接班，欢迎璀璨之星亚军，嗨，你好。 哎呦，欢迎杰尼，杰尼好高，杰尼你多高？177，177，模特，这个先谈，这个先谈，模特啊，模特儿啊，对啊，漂亮，你高，你看很配，你什么星座？母羊座，母羊座，你是不是很年轻啊？18，哇塞，你18岁，所以现在还在念，大一，请问你念的是什么科系？ 呼吸治疗，哦，呼吸治疗，什么意思？那我跟你讲，纳豆非常需要。哦，你知道他这个打呼有多大声吗？我跟他去日本，我在客厅睡觉，他睡在房间，我就听到咔咔。对对对，我们胖子嘛，纳豆应该常常呼吸中止哦。对，我有时候会他不就走了吗？就走。不是你这个读书读的这么好，怎么会想要去参加 model 选秀是因为单纯长得高嘛？长得高可以去美国打 WNBA 啊。我觉得更难吧。就我本来就很喜欢表演，从小时候开始。可是因为小时候妈妈都会希望我注重课业。妈妈是这样。你小时候表演什么？跳舞。什么类的？表演、看书。街舞。表演高。从小会喜欢去学跳舞，然后还有唱歌。嗯。那妈妈会反对你走这一行？ 刚开始很反对，现在呢更反对。没有，现在因为我那时候签约是妈妈有一起来，所以是她同意了我才可以加入。嗯，像你这种应该可以蛮重的吧？那如果说表演什么会不会互相有一些影响？有时候会，像我等一下结束之后会回去上课。所以现在是翘课，翘课中。那我现在没有课。现在没有课。下次哦，那你这么高，是不是很多男生不敢追你？ 我不知道哎，你没有谈过恋爱？嗯，有吧，Mike。妈妈在是不是？妈妈在现场吗？妈妈没有。好，我们就放心，我们继续聊。妈妈在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OK， 你现在喜欢的男生是哪一种？我觉得我喜欢会听我话的男生。啊？你是因为他是母羊座的啊？哦，看不出来是这样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母羊座都这样，看起来很温柔慈祥。嗯，希望被照顾的。没有，他照顾你。他要管人家，管人家。应该说母羊座的特性是说，一旦有愿望，一定要执行到底。那现在是单身？嗯，今天。哦，那被管的那个有来吗？ 没有，他叫他不要来啊！不要来！今天早上就叫他不要来。今天早上握手，好，等我走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那个念书那个算是课业蛮重啊？嗯。那你又要去参加这个？那签约的时候，在这中间的过程，你怎么说服你家人让你来？因为妈妈也知道我从以前就很喜欢表演，对，然后。 我就有跟他说，就是因为有先跟经纪公司谈过，就是我们的工作可以自己决定，就是有课就不要去，不能影响学业。对，妈妈给我的就是限制就是不要影响到功课。那你有没有跟他保证说，我跟你讲，我如果让我签约，我功课不会退步。可是我自己也会不希望功课退步啊，觉得没面子。嗯，应该说就是一直以来都就是功对，然后如果。 就是习惯，对对对。那你很喜欢表演，嗯，那你今天要表演什么？我今天要带来一段跳舞的，是一个韩国编舞老师的。哎，韩国 MV 舞那种吗？没有 ，girl style。girl style，OK，old man style， 好不好？来，请聊，把它拿一下。 This thing gonna tie your tongue. Step in my ring, you'll be out round. You want to feel
害羞。因为很高的人，通常都是跳舞的时候很难看，会很累。没有，只有你多难看，多难看，多难看。像 Rocky， 没有没有，这他讲真的是对的哦，真的。因为很高的哦，跳起舞很像章鱼哥在跳舞，或是拉雅，这样就很吹，手脚好像很容易打结，手脚没有力要跳舞不会好看。那请问一下，做 model 是不是脸都不能太有情绪？嗯，可以啊。对不对？你看你笑很可爱、啊，害羞对啊，对不对？笑得很灿烂啊、嗯。平常因为我看 model 走秀这样，酷酷的。对，不知道心情不好在哪里。你不要接嘛，你不要走嘛。神奇。其实现在 model 的标准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样。那很多 model 就是要你很有个性，嗯，你不见得要长得非常漂亮，或者说五官要多立体、嗯，但是呢，你的脸就是你要有你的型，然后你要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嗯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。那像我刚刚看他整个整体的表现呢，我觉得说他刚刚跳舞跟他整个现在在谈话呢，完全是两个人，因为现在太萎缩了，然后整个人就是完全挺不起来。这在我服装设计师如果再选一个 model， 亚军呢？他在选角的时候，他这么萎缩的话，大概第一印象就被我们淘汰了。嗯，就我们今天也不会让他走秀，所以呢，一定要非常把自信一开始就呈现出来，然后要很挺。像刚刚他跳舞非常有力啊，那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个人可以走很不一样的秀。嗯，那我会觉得他要自信心再更有一点，然后再更流畅一点会更好。记得哈、哦，因为国际老师要选秀，你一进去就一支舞。常德老师，他们好像普遍都是自信心还不错，对，都一样。我觉得自信心不用急啊，我觉得自信心不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时候就会来，哦，要经验。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有一个值，这个值是什么？是你要有一个点让我注意到你。对，比如说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是，哎，你们三个在一起，我就会特别注意到他，因为他很有自己的样子。我忘了，人哦最怕打扮的是跟别人一样，就他、欸啊、现在流行这么美，我打扮成这样子，平掉了，你就不见了嘛。嗯、那我的建议是说，如果你想要走，比如说不管演艺圈，或者走时尚当模特，我觉得你要加强的部分就是你要加强一些内在的东西，比如说，如果让你哦心里想要讲的话能在舞台上讲出来，去开始学习这一点。比如说像我就是觉得婚姻不好。可是问题是大家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的时候、嗯、我如果在媒体上很有自信的讲出来，那就会变成我的风格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都有风格，比如他的风格丑啊，我的风格是脸大啊，他风格矮啊，这个风格色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有风格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加油。嗯，谢谢。请坐。